There are ancient tribes deep in the Amazon who have perfected the art of torture over hundreds of years. The Federation embraced this heritage, enhancing it with more sophisticated methods. They kept Rourke in a hole for months, feeding him food mixed with the poisons of exotic plants. As they broke down his body, they went to work on his mind. When his mind broke, they went to work on his soul. They rebuilt what was left, twisting him to their purposes. The process was excruciating and exacting. Rourke was their ghost now. The perfect weapon to use against us. 哎，连洛克作为这个前幽灵他们这个队长都能被这个一直都能被屈服，那这个联邦他们估计抓了谁都能让他们屈服了。You taught me a long time ago. Ghosts don't break. Now I'm gonna ask you one more time. Everyone breaks, Elias. Why don't you ask your buddy Ajax? Well, he were still with us. Grab his chair.Grab his chair! Bring that bastard over here! 哎，我们旁边这位小哥是跟我们一起推椅子的，这是谁？注意他肩膀上的这个符号。You're gonna throw me out of this plane? You're gonna tell me all about that dig site in San Diego? 哎，圣地亚哥挖掘现场就是之前的那个无人区。Again? Answer me, Rourke.You really think you're gonna break me, Elias? Bring it on! Come on! Here I am! Bring him to me. It's over, Rourke. We beat you. You haven't beaten me, Elias. You just made my job a hell of a lot easier. 嘿嘿，看来还真的是个圈套。就说嘛，从洛根这个洛克手中，洛克的圈套当中获得的这个情报，怎么可能会是真的呢？啊，怎么可能不会是圈套呢？看起来是这个洛克用了一个计中计，哎，其实是这个幽灵实在是智商捉鸡了一下。不过从洛克的口气上听起来，好像就算他们不上这个当，哎，这个结果也是一样的，说帮他省了不少事儿嘛。哎。看，这是一种劫机的方式，这种大型的这种运输机勾出的绳索，然后直接将飞机这样一拉，好像在什么什么影视作品中有，好像是蝙蝠侠吧，好像也有这样的部分，好像就是蝙蝠侠黑暗骑士里面有这样的情节，哎，就像这个飞机这种，降落伞拉早了吧。这里被挂住了，但是身上还受了不少的伤。这里我们按下右摇杆，就是这个近战格斗的这个键，就会这个把这个背包的绳子给割断。Everyone report in. It's Ash. I'm with Merrick. Good. Keegan's with me. 这个老爹和 Keegan 这个在一块，然后这个梅里克和海尔森在一块。这个罗根还是一如既往的一句话不说。哎，这里给我们的标配是一把消声手枪和这个格斗这个近战这个军事小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左手手臂上套的这么一个生命探测仪。哎，生命探测仪除了直接看的话，它的声音也可以对这个距离的远近做出反应。这段这一关的话，全程不被发现是有一个这个成就的，我们这次就顺带就给它做掉。哎，尽量不去惊动敌人，如果你试图去把所有的敌人都杀掉的话，你这个被发现的概率也就越高啊，因为你和敌人接触的频率太高。哎，我们不用去开枪，以免如果说是这个失手，哎，他发现了我们再开枪。哎，他手上的这个武器我们也是可以拿的，大多数都是带有消声的。哎，我们继续向着这个西北方向走，我们大概方向是向着就是我们一出来的时候的西北方向。
注意尽可能的这个借助生命探测仪避开这些敌人的这个方位。如果说是有靠近的话，最好先注意一下他们的面是不是朝我们的。如果他朝着我们的话，最好先观察一下他是要往哪走。这个他直接是在草丛当中，所以我们把他干掉的话，他直接倒在草丛里，也方便我们这个，也方便他不容易被敌人察觉。虽然说右边呢有那么几一坨敌人，一坨。凯尔森那边看来是遇到了麻烦，联络中断了，看来他们那里是出了情况了。不过我们这里先不管，我们到这个往西北方向走，就会在这里看到一个直升机和一堆这个坠机的那个火焰，那里就是我们要走的方向了。找到这里的话，基本上就不难了。继续面朝的这个方向还是往这个西北方向走。这里看起来我们转了一圈是吧？但是我们实际上是从一个这个悬崖上面已经跳下来了，有顺着斜坡，所以没有感觉到有这个高低差。注意这个生命探测仪，那里有人。我们要这个走这种没有人的方向，这里。这边，沿着路走的话，当然是比较好找到这个正确的方向了，但是在路上的话，遇到的敌人的概率会更高，所以我们这个观察着路，沿着路边走，这样子注意着这个生命探测仪，这个方向有敌人。爆头一个，一枪搞定。如果不爆头的话，需要两枪。不过他中枪的时候，那个硬直期间也是不会发起这个高喊惊动其他敌人的。前面还有一个，能不接触就不接触。还挺多，我们绕开他们 ，Let them pass。前面还有两个，先肉眼确认他们的位置，然后看怎么样躲过去。其实他们只要不往我们那看，我们潜伏在草丛中也是可以避过他们的。他们那边也可以看到，我们看再往前，大概就在前面那个小溪的那个地方有一条小河，就在这儿。我们看这个老爹和这个Kegan 在这儿站在这个草丛边上，我们几乎都看不到他，靠近了才能看出来。这里海尔森他们是被抓到了，被俘虏了。但是我们只要一开枪的话，即使我们不干掉人，老爹你不要打我上。我们只要这个给他们一个分心的这么一个，即使开了空枪，他也能帮他们自己就解围。出了什么事儿？因为我们是这个被敌人袭击坠机，所以也是处于一个被动的这么一个被搜捕的状态，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去惊动敌人。然后这个我们现在就主要是逃生，以生存为主，因为我们身上补给弹药的话，而且也没有这个提前准备好计划，所以我们现在最优先的情况是尽量避免交战，然后这个活着离开。Let them pass。他说 stay low， 其实就是他们已经走开的时候，我们跑动的往前冲也没事的。还弄得有苍蝇蚊子。话说这里这个植物的这个贴图，远看的时候还好，但是近看的话就觉得，好水啊！这里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小瀑布，我们窝在这个瀑布后面的话，就不容易被敌人看到了。本身也是阴暗的地方，我们看还有彩虹。这里你开枪也可以的，但是就很快就能解决掉，但是就没有这个成就了。成就的这个东西只要拿一次就可以了，不用反复拿。等他们过去。有直升机，前面好像又有情况，慢一点，反正跟着队友就行了。前面好像有直升机的话，应该前面也有很多敌人。生命探测仪有反应了，搜捕队，等他们一下。All right, flank right, stay low, only engage if you're spotted on my mark。
哎，这里不要贸然冲，我们也不要这个，我们也不需要主动去判断是否什么时候该移动，我们只要跟着队友就可以。他们停下，我们就停下；他们走，我们就走。哎，我们就一直拿着这个手枪和小刀，哎，也足够了，因为我们全程几乎不怎么开枪，一直都是在潜入。哎，也不是说潜入，是潜出，对吧？是这个秘密逃生的那种。这关其实就是也算是相当简单的一关了，如果要是打老兵难度的话应该是最简单的了，因为基本没有什么战斗，就是感受一下气氛。话说这个依然是有无解说版的，等到这个系列做完，然后呢这个无解说版也会这个整个一起发到优酷和网盘，哎，都会有的。网盘地址就是还是哎新浪微博那上面的这个置顶的首页。我们看这一片草地，哎，这空投下了很多敌兵，哎，这段就很容易让人想起来，就是切尔诺贝利，哎，就是那个现代战争那个切尔诺贝利那一关，哎，匍匐着从一群这个敌兵呢穿过去。我们看，为了让我们知道敌兵有多多，哎，就是借助这个生命探测仪，我们就可以感觉得到。哎，我们看离我们很近了，我们肉眼看不到，就是完全是借助这个草丛。哎，行军的时候这种蹲的低姿态也能这个保持着体力进行移动的话，也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技巧。哦，好像发射上去的是个火箭。哎，这里要注意，这里的话要马上有啊，到这里要马上卧倒，这里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并且就是进入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哎，这敌人武装直升机，如果被他发现的话，就会被猛轰，哎，就是完全是另外一种这个气氛了。啊，当然也是这个隐秘的这个奖杯也就拿不到了。哎，跟着他们走啊，接下来的话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啊，彻底都没有敌人了。哦，滑滑梯，这滑梯也太短了。现在就是比较奇怪的，就是刚才发射的那个火箭，哎，到底是干什么的？哦，看来快到了。哇！下面有一块比较浅的石头就神作了。哎，Jungle Ghost， 这个丛林幽灵，好绕口啊！哎，汪江，还有汪星人来接我们。那么好的，我们这段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NORAD was able to say conclusively the missile launched in the Yucatan did not hit the USA. Where did it go?That's exactly what I'm sending you boys to find out. The president has authorized Operation Clockwork, an assault on a Fed facility high in the Andes that could give us the answer. You will infiltrate the facility and gather any information you can on their missile program. What about your old friend, Rourke? He won't stop coming for us. Rourke will get his, but as of now, Clockwork is the priority.